林柏叡未婚同居雷婕熙，林家竟握床照搶嬰滅證。林柏叡、王静和雷婕熙是今年一开春融合三角奇情与露天激情的男的戏码。之前鲜肉林柏叡不止被爆出跟雷婕熙未婚生女，林妈甚至以两人床照威胁，积极抢嬰滅證。而本刊直击，林柏叡还与青春校园女神王静在公园肉体激烈爱抚、摩擦野战，而且隔两天又开房，竟然选在下午，才大白天就搞得炮声隆隆，让这两女一男的八卦最近在演艺圈四处乱窜。关于林柏叡跟雷婕熙未婚生女这码，一星期前媒体突然爆料，指林柏叡和雷婕熙不仅未婚生女，林妈甚至担心她的形象受影响，使出种种不同奥补展开抢婴大战，还打算过继给其他亲戚。据一周刊报道，两人透过朋友介绍相识后随即交往多年，